谢谢老师忍受我们的顽皮，谢谢老师教我们不会的东西，谢谢老师教我们用功读书。很感谢老师教导我知识，还有做人的道理。看到孩子的成长，就知道老师用了很多的心，然后我们觉得非常感恩。一声声的感谢，对老师来说是教师节最感动的礼物。孩子一天天的成长，是师长的用心陪伴之下最欣慰的成就。教育，大家都会说啊，春风化雨。但是呢，此际都要跟大家说，是要和风化雨，不只是春天的风啊，我们要有长年累月呢，就有鲁在和风中啊，还要有雨露的滋润大地啊，孩子们呢？每一个人都是如一粒种子，这粒粒种子啊，需要优良的土质，还要有清净的雨露，还要有栩栩如和风，这样的环境啊来培植他们，所以呢，粒粒的种子都会成为这一株株的幼苗。在幼苗的成长中啊，要用如园丁啊、大地农夫啊，要用爱呢啊，一株株的幼苗好好的照顾啊，该给阳光的时候，该给水的时候，该给空气的时候，我们呢都要用很尽心力的来照顾它。这都是要有老师，老师呢的智慧啊，以爱呢合并起来，亦师亦父啊，还要亦友，所以这种的亲近啊，如沐和风一样啊。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在学的平均时间大约有16年。若是遇到好老师，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能够带来正面的引导和力量。但是现今社会的教学方式五花八门，该怎么做才能算是一位好老师呢？教育那就是呢，花园嘛，就是要教人人啊能懂得仁义礼智哈，仁义礼智信哈，这都是呢古来啦这个教育呢，那就是要教育咱的道理嘛。但是现代啊科技发达，比较不尊重的这道。都是尊重在科技，尊重在尝试，就是了，比较淡掉了，所以呢，这都是要说，哎，有道
哦，这个人的根本。那咱的这个道啦，真正的呢，教育要从根本扎根。这种的根本呢，是道德观念呐。刚才你们去注意看，你旁边的同学喜欢的颜色有没有跟你一样？没有。但是你会不会因为他喜欢的颜色跟你不一样而不喜欢他呢？不会。年轻人其实我很欣赏他们的丰富，可是我觉得最值得跟他们分享的其实是一种价值观。有可能谢丽华是慈济科技大学的人文老师，她的使命就是要为未来的医疗照护人员培养同理与感恩的心。用你的头脑智慧咯，看怎么办是吧？有没有发现大家已经开始七嘴八舌了，对布置怎么叫美很有意见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给你们评分，这个叫第一组，中间那个叫第二组，然后呢旁边那个叫第三组，如果谁举手最多的就有巧克力。好，来，第一组的请举手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第一组的就举第一组的，第二组的就举第二组的，第三组的在这里被呱呱叫说我的人很少。The angel comes with a song. Rest on Fidi, rest on Fidi。来自马来西亚的谢丽华，29岁就已担任当地最大私立华人中学的校长。2005年，他带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来台任教，却因为文化的差异。开始调整教学方法。我来到台湾之后，我发现到在课堂上，你真的是开放学生问答问题，他其实不太愿意去回应你的哦。那后来我就想说，试试用写的看看可不可以。哎，我发现到孩子写的东西就变得很丰富了。他去做志工服务回来，他也要给我写这个心得，这是一种思想的一个分享。不晓得孩子是怎么领会老师的一个讲话，于是呢，透过他。用文字来告诉我的话，我就大略知道他如何领受老师的教法，那我也自己一方面做调整，二方面我也回馈他们。徐佩萱的漫画画得很好哎，结果因为有了回馈，学生是越写越多，所以改作业时间越来越长。与其说我改作业，不如也就是说我正在看这个护理人员的未来工作的生态。谢丽华哈，她很活泼，本来伊是一个律师啦，啊，捌我了，我就讲吼，你卖做律师啦。后来她去转教育嘛，啊，就一个中学的这个校长，她就是后来去当校长。当了校长呢，因为我们的慈中啊、慈小都起来啊嘛吼，我讲哎，有书得住好记录吼。师傅这么真辛苦吼，恁竟然人才把我放在迄个所在，安尼无必回来给我帮忙，他就马上呢辞掉了，遐做校长的遐就回来了。为了让学生拓展视野，提升人文涵养，谢丽华每年都会在校内甄选亲善大使，经由培训带领他们到国外参与志工服务。奶奶，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粗？我感冒了。奶奶，你的嘴巴怎么那么大？奶奶，你的嘴巴怎么那么大？因为要吃掉你啊！戏剧课程是培训的一环，为的是培养表演能力以及出国上台演出的勇气。就读护理系的杨维婷个性害羞，不善表达，刚开始参加培训课时状况不断。后来的时候，有一天的时候，他又在出状况了。谢长姐叫大家整理环境的时候，他就是无动于衷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大声地喊了下来，说：“学姐都叫了，还不动的。”那孩子很慌张的这样回头看我的时候呢，才瞥见他的耳朵里面有一个耳塞。原来那个不是叫耳塞，其实那个是助听器来的。你知道老师最糟糕的地方就是面子放不下来，那个拉不下面子，我还跟他打了一下说：“啊，听不见不会跟老师讲啊。”
然后就跟他相拥而泣。一方面是觉得很不舍，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不被老师知道仪式造成不谅解的情况之下，老师被呼呼喝喝的，那个对我个人也是一种眼泪里面有一种羞愧啊。所以如果哪一组有先完成到步骤二了，你就带着你那一锅蛋白还有砂糖过来找我，我在这边我会打给你们。其实是我没有跟老师讲，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讲，那时候的我是在责怪我自己，说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，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就不一样啊，可是这个是老天给我的考验，我应该要去克服它的，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。那也是那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因缘，来让每一个人有一个 open dialogue。是我们做蛋糕。经过了一年的培训，如今的维婷比以前更加自信开朗，而同样是护理系的董卓宇，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花朵，却一直无法展现灿烂的笑容。在这次的公开对话时，意外地道出了自己多年来因家庭环境复杂而封闭内心的故事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，我被前人我的躯壳活在这个世上，可是一直到我国中遇见我的国中的老师，还是少年队，他一直想要帮助我，在我一个学习旷课100多节，学校还是没有让我断水，我20个小时我在家的时间可能只有睡觉，我早上上课，晚上上班。凌晨如果可以出去，我也不会在家。可是，一直到我快毕业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甚至有点精神病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我已经知道我扛不住自己了。有时候叫苦难，他可以这么轻的一弹就开，可是你们就觉得窒息嘛，所以你们连力气都没有。现在正是要把它给打开的时候，自己要懂得什么时候让自己保暖，啊，会照顾自己比得到别人的温暖还来得重要。啊，他是一个很长的路，我们会陪你走过，没问题 ，OK。我要谢谢主任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一直躲在角落吧。你们没有写那个
我们给学生的爱很多时候很容易说，我教你那么多，爱你那么多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应我？可是如果你老是这样子想要用别人的改变当成你教学的业绩的话，你是会很苦闷的，因为孩子总是在成长的路程有起起落落嘛。像花朵盛开，我很欢喜祝福你。偶尔看起来缺营养的时候，我虽然也会担心你，可是我不要过度焦虑，我才可以继续帮助你。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做孩子心灵的依靠，但是不要变成他的依赖，不然的话他从此就变成无法自力更生了啊。好的话其实呢，不要怕辛苦，因为传道弘道啦，这应该都是呢教育者的使命啊。我们假如人人都能守住了这样的教育者的使命，应该这以现在的时代哈，因为呢社会啊人心啊都是不断的是非颠倒啦，社会复杂，家庭环境呢脱轨哈，那这在这种的时代里，我们更需要呢守护这样的教育轨道。对与错呢，需要我们来教育。我们不只是要教他们白纸黑字哈，会念会背，会有题有答。不只是这样，现在的人生观啊，教育只是呢在那一张纸哈，那有出题有答题哈，那这叫做分数呢高。其实我们都很期待哈，期待呢我们的教育呢是要真正的天下的人事物啊，都要通情达理。通情呢，通情就是要知道众生情，这叫做觉有情。当老师，当个好老师啊，你的学生呢一定是我们世间的希望哦，社会的希望，国家的希望啊。有使命感的就是为了我们的使命而付出，这就是良师益友，老师心啊，菩萨心，这就是教育使命。孩子呢不是不能教的，是我们没有方法去教他。那没有方法呢，是因为没有用心。当你制造很多的快乐给别人的时候，这个工作是很快乐的。他在学校里面接触的这些都会形成他的记忆档案，这个记忆档案哪一天抽出来再连接跟他的工作现场，对他一定会有帮助。现在的教育呢，我们总是很期待真正的教育传道，真的教育哈是要传道啊，道理是这样，他我们要启蒙他，不知道什么叫做道理，可是我们教他就是要把道理传给他。所以呢教以传道啊，义之以授业，该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教育哈，那用这个道理啊，人伦道德哈，不管啦、啊，我们现在的教育呢有多么多元化，我们还是呢要
要把这样的道理的空间这一条路啦，还是要把它留住，真正的道者路也，要把这样的精微道理还是要留住的，这就是教义的本质啦。我们教义假如呢模糊了道理，模糊了这一条道路啦，那这就不真正的教义。所以教呢，应该是以传道的精神，义之以授业。哎，我那那陪伴伊吼，道理唔通模糊掉啦。他呢所选的这个科系啊，我们现在教育都很精很专呐、啊，我们要如何授给他的专业？那在专业中呢，哎，不要忘掉了最根本的传道精神。所以传道精神呢，任何一个科系啦、啊。都不能没有，那就是最根本的教义。我们人假如从小呢，让他方向正确，道路呢走对，那这样的教义让他们有这样尊师重道啦，也是呢在这份的孝道报父母恩知恩知情哦，我想这样的人生呢不会偏差掉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用诚恳的心来栽培下一代的孩子，那孩子呢用单纯的心来接受教育，这亲师生要三而合一，亲就是父母亲啦，他要让孩子来读书就是要来读的捌礼仪知道理啦，所以呢要放心交给老师来教导，那老师呢要有那一份的使命感，人家的孩子交给了我们，我们呢要尽心力的教育他，能这样的亲跟师啊都有这样和和互协来教育他们的孩子，孩子哪教育不出来呢？总而言之，我们那一定要很用心哦。好，我们再帮忙呢，把这个政治呢再说清楚一点。它是一种毒鸟，有人会把它的毛放到酒里面，然后变成一种酒，它叫做政酒。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作证了。陈文馨是花莲慈济小学的老师，除了传授学科知识，陈文馨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心力，导正学生的行为和态度。佳安，请你赶快躺下。好了。这是家恩的午睡记录，是为了要还是要让他矫正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，尤其是他中午的时候，这好像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，他就会一直发出声音这样。那有跟妈妈家人讨论过，我们就是想要用行为改变技术来帮助他，所以就是说如果啊，他能够在午睡的时候
不要发出声音，然后而且还能睡着的话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贴纸。后来开始帮他画好表格，帮他贴贴纸之后，他就很快，9号、11号、12号、15号、16号，就很明显，他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遵守这件事情。虽然说现在目前他还是很难控制，可是起码我们看到他愿意努力。因为老师很希望有人要当老师的小客人，你让我看见你明显的改变，明显的超越。快两年来，他文馨老师帮了很大的忙。他其实从小，他当他不开心或是不顺利的时候，他就会用哭跟尖叫的方式。来，那个嘉恩，麻烦你拿出字典，然后呢，这件事情你查到之后，你赶快举手，我们再跳回来这个。来，刚刚帮嘉恩帮老师找资料，可以得到一只小鱼。嘉恩，以鼓励代替责骂，并和家长讨论适合的教导方式，亲师合作之下，孩子渐渐改善行为，也培养了荣誉感。1、2、3，家长家。那妈妈也为了他这个习惯，也花了很大的力气，终于他也开始觉得说，我必须要控制，不然我是真的会一直都没有机会退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没有从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，他是需要被称赞。但是其实很多次我发觉老师跟他有很多的不一样沟通，跟我发现老师很认真的在教他。我一直在提倡孩子要尊师重道，而且家长呢要做好囡仔看，好囡仔知影讲哦，你爱尊敬老师哦，老师教的呢，回来你都爱听哦，爱落实的生活哦。真的就是双管齐下，随着孩子的年龄，他在懵懂中来到学校，小学呢有老师教育哦，教怎样呢？孩子知道了哦，我应该回家呢，要如何呢孝顺父母？那家长应该就是说，是啊，你要尊重老师，好，老师教囡仔，你等于处理呢，爱孝顺父母。那做父母应该鼓励囡仔到学校呢，爱尊师重道，老师教你要听哦，吼，这是双管齐下，家庭的教育、学校的教育，这样让孩子有一个方向，正确的方向，看有法度讲吼。能把囡仔教到吼，变成了家庭，带入家庭去吼，这都是我们很期待。因为呢，为了人类的教育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下一代，好，所以老师们都会把学校当成家，每一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其实自己还有自己的下一代的孩子。要自己下一代的孩子呢，在这样的社会能站得稳，很平安，好，那这个社会很祥和，那慈悲啦，别的孩子我们都要教得好，慈悲呢，每一个家庭呢都很和睦，安尼吼，整个社会才能真的很祥和。陈文馨根据学生的表现分成个人与小组的积分，而奖励就是老师与家长的秘密武器，招待家庭。这一周第11周的冠军是第几组呢？第三组。那也就是运用这样一个荣誉制度，然后帮助孩子去矫正一些行为，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招待家庭的方式，啊，让孩子觉得他们努力的去矫正自己的一些不好的行为，然后促进小组的，就是他们小组的加分可以得到最高，然后进而可以去参加招待家庭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个肯定。这个招待家庭终归还是要父母亲同意啦，哈，所以呢，还是我们会一开始的时候透过我们的班级杂技，然后我会传达一下我的想法，取得家长们的认同之后，家长可以自愿的提出说他愿意承担招待家庭。
葱花加水，水八十克，倒十几分钟。这边一百，这边50。这是三组一起来了。啊，这是你第几次蛋糕？三。今天是招待家庭的日子，家长带着小客人和小主人用心的准备。这些孩子很喜欢去招待家庭，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去跟他们这些同学互动。那招待家庭呢，其实因为老师希望说每个家长背景不一样，所以还有每个家庭的气氛氛围不一样，所以让这些孩子可以去别人家的时候，他可以去感受到不一样的那种家庭环境，跟学到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方式，就是提醒小朋友，就是像你到人家或是你要去人家，你可能要注意到什么。今天小孩子若来，哪些的行为不错哈，哪些别人好的行为可以学习，我们不好的行为我们就避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文馨老师的这种方式，让大家互相去这样的学习，其实很好。孩子从用讲的不容易，但是用看的那个学很快。你放电下去，分两组。欢迎光临，快点，要记得讲哦，快点大声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叫王思婷吗？感谢爸爸。王思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是我跟妈妈做的卡片。好，谢谢。说完那个，这边有那个。哎，我哦，你又带什么来？你自己做的？哦，真的吗？哦。饼干吗？哦，那么厉害，谢谢。就我妈妈那个。啊，我妈妈干呼。哦，好。我们谢谢李凯轩，李凯轩。你好棒，好，来把这件事情都放在心上，说我们不是平白要接受人家的招待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心存感激，同时呢也希望因为你能够去被接受招待，是透过你们这样子努力而得到的去招待家庭的门票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的每一个同学都可以从自己这边努力，进而呢，能够去接受招待的时候，也要心存感恩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班长，起立。李正，坐起立。有了教育才有希望，有了希望呢才有快乐，有朝气，这都是人生啊最重要的一环嘛，因为你们创造希望，因为呢你们让天下人文之美展现出来，因为你们呢给了人间呢知礼知礼节，而且呢重视人伦，这都是老师教出来的，所以啊每一天啊老师们呢就是负起了人间的使命，这种仁义礼节呢，哈，这都是呢老师们所教的。当然啦，这要亲师生，要三合，这亲师生三合起来呢，那就是三妙法。这呢不二法门啊，一定呢要老师要这个家长学生要三合啦，才能呢真正让我们的社会
家庭人生呢，真有希望啊。生命啊，要做人生命中的贵人。老师是抢救慧命的贵人，所以我们要一日为师，一世为师。不是只有在哈，恁的地方哈，啊，在恁的班恁的呀，我们要做社会还有国际的老师，而且是良师，所以呢，良师之道啦，我们自己要不断铺路，铺路，铺路，哈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你们看，这两个水上都平平的，为什么会平平的？许多优秀的老师退休后，仍然在教学的领域耕耘。朱延伦从事教育工作将近30年，曾经担任高雄古山国小的校长。更是高屏地区慈济教联会的草创人员之一。6年前退休后，朱延伦便投身为全职的教育志工。还没考完的要另外复习功课嘛？是啊，分组分开来。剩下5、6年级没有考完，其他都考完了嘛？是啊，5、6年级。好。2009年，莫拉克台风袭击南台湾，严重破坏山区。重建过程漫长，朱延伦与慈济志工教联会的老师走进受灾地区，抚慰关怀，也持续为当地孩子进行课后辅导。因为其实在2009年的8月8号莫拉克风灾之后嘛，哈，有4所学校的孩子就会集合在河村技术学院上课。其实那个时候孩子的心是焦虑不安的，所以我们在那里就1到5的晚上，还有星期3的下午，就帮这些孩子上课，一则安他们的心，二则让家长放心。那个是家长的需求，也是孩子的需求。孩子们的心灵的那样的阴霾，其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去去除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说，让孩子们的心灵呢得到最大的抚慰。看到了教联会呢，为那一群孩子山上下来的孩子，那除了他们的老师之外啦，就是我们的教联会。投入，在那个所在带动，让孩子的心啊，抚慰孩子的心，那带动孩子呢，忘掉了过去的，受惊受怕哈、哦，那这种的爱的抚慰，陪伴着老师，跟着孩子呢，在那里生活营。好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他们的父母呢？他们的父母是被安置在营区里，分散了啦，那就是在其他的营区。”好，听啊，第一，我很感恩有这一群的教联会，在这个时候，当有灾难的时候，当。山上的孩子需要的时候，看教联会，他们就会自己赶快组织起来，赶快投入去安抚这一群，不管是小学、中学的孩子，他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，这样的呵护着，这样的照顾着。偏乡关怀最可贵的是长期的陪伴。从2009年至今，慈济志工的真诚付出仍然持续进行。从莫拉克风灾以后到现在，我们就一直陪伴下去。因此，我们想说，借着这样的一个课后辅导啊，其实有2个方面呐、啊。
第一个方面就是补救教学，那第二个就是生活教育，那个是我们慈济上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育的核心价值。啊，你回去有没有听妈妈的话？有。有没有帮妈妈做家事？有没有洗干净？有。哦，好棒好棒。其实有很多妈妈也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他们放心把孩子送过来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改变了。用爱心陪伴孩子，除了协助课业上的学习，也将日常的礼仪人文潜移默化地融入生活中。一般来讲，弱势的孩子其实回到家里，他觉得屋子空荡荡的，也只有他一个人，因为爷爷奶奶啊，或是其中的一个爸爸妈妈，其实还是做工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为孩子准备晚餐，我们是透过譬如说用晚餐的时间啊，龙口含珠啊，凤头饮水啊，还有就是会就当服务小天使，就是帮老师盛饭啊，帮同学打菜啊，人文的教学其实是透过无形的。比起偏乡，城市里有更好的教育资源，但其中仍有不少弱势家庭或高风险家庭的孩子，也需要社会资源予以协助。慈济教联会老师在社区里提供客服协助，已行之多年。有的人呢，生活呢，都是在偏僻呀、山上啊。有的人呢，家庭生活困境啊，这种种的环境啊，都是由不得他们自己。虽然呐，他们出生，不管是在穷困的家庭，或是在高山，或是在交通很不方便的，但是呢，假如有我们的政府啊、社会啊、人人呢、都能去关怀，相信呢、都可以补救的。我真的很感恩呐、感恩慈济人哦，慈济人呐、他有慈亲，有教联会，还有呢，我们的这委员慈诚会，我们都可以呢，在不同的地方啊，落实社区关怀。那不只是呢，可以教育孩子，也可以呢，辅导家长，辅导家长怎么样在家庭跟孩子互动，变成了一个社区的教育啊。所以说哦，只要我们的社会啊有群众情力呢，大家用爱去发挥，相信在每一个角落啊，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有希望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慈济客服班哦，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美善的循环，美善的循环，爱的力量的循环。嗯，因为我们老师不可能一辈子都可以当他们的老师，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老。是，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陪伴的那些客服的孩子，以后他就是当别人的老师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客服班觉得最欣慰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期待大家，假如有志一同，愿意呢承担天下希望工程，天下的希望工程师，因为孩子的慧命啊，操在老师的手中。你们不要只是呢教孩子的知识，其实孩子呢地性哈，唔免老师教。因为呢，他耳朵听，眼睛看呐、现在的社会啊，一个大社会呢，就是一个大红炉一样的。所以啊，不管现在的社会是在什么样的生态，那孩子的知识啊，就会跟着学习。其实，孩子在学校
就是要维护着学生的他们的这样知识，要对不能错，要启发他们内心纯真的善，就是要维护着孩子呢那一份善良的人出的本性，这就是老师的责任啊。那我们老师呢，就是要防护，像电脑呢，怕骇客潜入来，所以一定要有防火墙啊。同样的道理，现在的老师呢，就是要为孩子的心灵呢，那建造出来一道的防火墙，不要让不应该学的、不应该来乱了他们的心，这种的骇客呢，潜入了孩子的心灵来。所以这一道防火墙，那就是老师是学生的盟，是学生的一个的导航师。所以期待的老师们用天下父母心啊，来教你的学生，你的孩子别的老师教啊，你呢是教别人的孩子，所以啊，菩萨心也是妈妈心啊，妈妈心呢换成了菩萨心来爱你的学生哦。所以请老师们，我们要挑起了天下希望的工程师，这样你们的志愿啊才真的有达成。